少啊啊。说这么多残忍，随带他一个手巾啊，搁予伊去遐用芋头啊打伊天死。但落去高山内底，实在是足不忍心的。来到勇敢的所在，我着爱帮助这个新伯哥，予因厝内底人知影，伊死得偌凄惨啊！就是一个古镇，我顺便而来，在小小的古镇里面，我呀我呀我，挖到小小月古市的真无辜，在大大的古镇里面，我呀我呀我，挖到他的尸体，心在灰了地。嗯我唱呢。完啦，你记得我是啥吗？你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我伫你的古镇内底，我呀我呀我，把你挖出来。今嘛呢？你爱做啥物代志？你应该真清楚。唔通我搁一再讲，三再讲，我会嘴大。我就想要忍让的吼，安尼知影吼？你进去，把恁大哥讲，啊是不是？恁妈妈讲拢不要紧。我人帮助的，跟他帮到这尔，我若帮伤济，我翻天条哦，知吼？进去。想倒转来阴间的所在，等这个新外公将这个代志讲予清楚，自然就要回阴间投胎转世了。